我们由衷的一个感触啦齁。2000年到2008年民进党在中央执政的时候，那时候的执政我们觉得我们有很多的理想，很多的规划要来实施，但是呢受到国会国民党在野党国会全面的抵制齁，后来呢半年齁，一个半年的时间没有一番的作为齁，完全遭到国会的抵制，包括预算的抵制齁，我们回想这样的一个状况，